And after all that enthusiasm, we can match it too from the China-Britain Business Council, because you will find that after this China Business Day, the connections that are made in both directions will largely be followed up by people from the China-Britain Business Council working with United Kingdom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with the embassy and consulates in China, and indeed with the embassy here in London. We have, I think, an important role to make the success of this day continue into the future. The Foreign Secretary spoke of the fact that we've just celebrated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sumption of ambassadoria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I would just like to add that CBBC next year will celebrate its 60th anniversary of its being going. So it was very nice after those 20 years that the diplomats caught up with us and started to be able to be involved. My goodness, we need them now, and we have a huge lot of help. We are fortunate today to have a remarkable man with us, Mr. Liu Chuanzhi, who is chairman of all sorts of things. He's the chairman of the China Entrepreneur Club. He's chairman of Legend Holdings. He's also the chairman and honorary director of Lenovo. And if you ask people to tell you, people, British people perhaps are not doing so much with China, to say, what do you know as a Chinese brand? They will come up with Lenovo. So it is th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Chinese brand above all others. Of course, others are catching up and we'll see it, but you've made such a success of Lenovo since you took it over from IBM, and it's now the second largest computer manufacturer in the world. We're amazed you can spare the time to be with us today, but we're very happy that you've come to talk to us, Chairman. Thank you very much.各位早上好，我想讲的这个第一点呢，是说这个三十年以来啊，中国的经济、国家的情况发生了翻天的覆地的变化，这是为什么？英国人每天见面的时候喜欢问候天气。三十年前的中国人见面是先问你吃饭了吗？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人成天处于饥饿之中。 我尽管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一个一份很高尚的职业，但肚子也永远是饿的。今天的中国的情况就不必多说了，那这是为什么呢？我自己以为，那是在邓小平上台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前的政策叫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说中国永远要人和人斗来斗去。 而改革开放以后，改为说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就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进行改革，进行开放。我觉得正是这两点才使中国根本的富强起来。第二篇就是说，中国市场经济的表现，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出现。现在的中国民营企业到了什么样的力量呢？就是中国的民营企业的营业额占到了中国整个 GDP 的60%，而国家的财政收入有 50% 是民营企业上交的。更重要的是，民营企业创造了中国 80% 的 就业机会。那么短短的30年，民营企业能做到这点，他们有什么特点呢？我先讲他们的优点。第一，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是积极上进，不断追求。我以前以为这是中国人啊自己表扬自己的一句话，后来我走到全世界，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发现积极上进 确实是中国人的一个明显特点。我们第一站到劳斯莱斯汽车厂参观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劳斯莱斯汽车，就想起了1985年我在香港第一次看见劳斯莱斯汽车的情况。我看见那个汽车，并不是想那个汽车，而是看那个汽车的司机，想他的工资会是我的多少倍。
当时那个司机的工资是4000港币，而我的工资是200元人民币，差了20倍。但是由于我们积极上进，不断的追求，我们勤劳努力，而且学习能力很强，这才逐渐的发展壮大。今天的联想营业额已经达到了2000亿人民币，排在世界500强的第370位。而在这儿的中国企业家，一会儿我会讲这个群体啊，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是指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个例子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第二，我想讲讲民营企业的这个需要改进的问题，主要是整个企业家形成的历史太短啊，仅仅才30年的时间，所以一部分企业家，或者说很小一部分企业家，缺乏对规则、对法规和法治的尊重，因此呢，就会过于看重短期利益，因而缺乏诚信、缺乏环保意识、缺乏对员工的关爱，啊，这个是确实有1%左右的这个企业家表现出明显的这样的特点，严重的损毁了中国民营企业的荣誉，也破坏了中国国家品牌的形象，也对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灾难。因此，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了。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就是我们这个代表团，代表的就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他们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推行以诚信为中心的商业正气，要肩负社会责任啊，这里边包括了环保、降低节约能源、做公益事业、湿润社会空气等等等等。我们努力要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我们这个企业家俱乐部的组成之中，现在有43个企业理事，另外我们还有中国著名的政经学者作为顾问。这个企业家最多发展到60个理事。到了2001年啊，这个俱乐部的理事们管理着有20000亿人民币营业额的这个企业。我们所在的领域啊，有金融，这金融里包括了银行、投资、房地产、IT 系统、硬软件、互联网服务、钢铁及建筑材料、汽车、家电、农业、食品、服装、航空及海洋运输、旅游、教育、文化艺术等等。在这里给大家说了这么多，是因为也希望英国的朋友、企业家朋友可以对号去寻找自己的合作伙伴。在上述绝大多数领域中，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理事大都是做的较大的企业，是龙头企业，或者是在处于第一排的位置。我们这次代表团出访到英国的目的啊，是3点。第一个是宣传和介绍，向世界宣传中国经济民营企业的真实形象和故事。每一个企业家，我们都是穷光蛋出身，到今天有了一番自己的事业，他有一番奋斗史，我们应该让世界知道我们是怎么形成这个财富的，不是巧取豪夺，靠的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前不久有一位记者啊问到我说，美国的一位议员谈到说，美国运动员穿的服装是中国人制作的，他建议把它烧掉。我想如果我有机会见到这个议员的话，我觉得这个服装一定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做的，因为中国的国企不做这种服装类的业务。我会告诉他我们的企业家是怎么样白手起家的，我相信他应该会改变他的观点。第二一点，我们就是来了解和学习，学习英国基于制度现代化的商业发展之路。英国的制度推动了整个的社会发展，推动了商业化的进程，这是我们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我觉得也包括政府官员应该认真学习的地方，也思考我们中国企业学习了以后未来应该怎么去发展。第三点，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实际的怎么样去寻找合作的商机。前两天我们在一个酒会上
维珍集团举行的酒会上，我和维珍集团的董事长谈得非常好，不久他将访问中国，到那里和我们详细谈论合作的计划。我们代表团的我知道不少朋友啊，都寻找到了自己的合作伙伴，而且听这个格林先生啊，这个格林部长说，如果中国企业要到这儿找合作伙伴的话，最好是通过他，他能够一一给予介绍，是这样吗？这次我们到来得到了以下机构的支持，特别表示感谢：英国贸易投资署、英国驻华大使馆，特别向大使先生表示感谢；英国议会上议院、中国外交部、中国驻英大使馆。另外，我们在这里这次访问了劳斯莱斯汽车有限公司、哈罗德百货公司、维珍集团、ARM 公司、黑石集团、英超联盟等等。另外，还有剑桥创新科技商业园、剑桥大学可持续领导力的项目、里约瑟研究所、伦敦金融机构等等。最后，我们要特别提出向宝马公司表示感谢，因为他们一直诚心诚意地在中国和我们合作，对我们这次的到来给了我们非常巨大的帮助，特别谢谢。谢谢诸位听我的讲演，谢谢。